心急啊！啊，徐总监，难道不心急吗？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莫总啊，他对你的感情我看得很清楚。不过你放心，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我会保密的。那谢谢你了，连你都看得出来他对我的感情，我有什么可急的？倒是你，心里没有答案。 很着急吧？徐总监就别拿我打趣了，我自己是什么水平我很清楚，我也知道我跟人家的差距是什么。至于答不答案的，不重要。你知道吗？我曾经跟你一样，也会犹豫两个人是不是差距太大，但后来想一想，只有后悔。人一定要勇敢一点。 要不然会错过的。没想到只剩最后一艘船能带两个人离岛了。不过其实留在这里也挺好的，这里风景好。 而且还可以完成我们未完成的约会。徐总监，我刚陪人吃完饭，现在很累，说我不能奉陪。是不是因为我让你陪林思雨吃饭，所以有点生气啦？我这是缓兵之计啊，真的。缓兵之计？嗯。那请问徐总监，你是把我当兵，还是把我当妓呢？ 这是他最后一个心愿，而且我能让你去，是因为我完完全全的相信你。徐总监这么大方，嗯，还从来不吃醋，看来是觉得我尽在掌握了。算是吧。啊！在等时间着你未来。 去。 这样能去了吗？不够。
开了窗，起床了。再睡一会儿吧。都五点了，还睡啊？嗯，五点就五点嘛。昨天是谁说要去看日出的？谁说的？嗯，反正不是我。除非抱抱我。来，抱抱。来，起床了。嗯。走。还好赶上了，我差点以为赶不上了呢。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日出呢，实现了我当年的愿望。当年什么愿望？和最重要的人一起看日出。那请问徐总监当年最重要的人是谁啊？嗯，是方琦啊。嗯，看来你对我以前的生活很好奇嘛。从今往后，那个人只能是我。你好。嗯，这个云海科技之前一直迟迟拖延，为什么现在突然松口？刚得到消息，我也觉得奇怪。他们那个王总几次刁难，纯粹就是故意找茬，刻意拖延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松了口。不过我仔细检查了一下他们的数据和简报，也确实没有什么问题。重新议价，探讨他们的虚实。好的，我会谨慎行事的。不过现在最棘手的是泰康那边，你有什么打算？丰唐资本这条路已经堵死了，既然靠不了别人，我们就只能自己取证了。唐熙到底提了什么要求？你连考虑都不愿意？没什么好考虑的，咱们还是自己采样，用最老的办法，到泰康合作的门店去一一核对数据。只有短短几天，收集数据、整理资料、拿到证据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重要的不是对比数据，而是把咱们怀疑泰康生物造假的消息放出去。明白了。只要他们听到风声，肯定会慌，只要一慌，一定会有所行动。不仅是泰康，还有引我们入套等着坐收渔翁之利的人。你是说这件事不仅仅是针对泰康？等着看吧，他们是冲我来的。丰唐那边到现在也没有动静，看来这个莫灵泽也没能搬来救兵啊。泰康这块山芋现在正热得烫手，丰唐只要评估一下风险，就应该不会来趟这趟浑水。那就要看我们这个莫总能把这烫手的山芋悟到什么时候了。我要让他明白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不该碰。泰康生物那边你可盯紧了，露馅儿我可不管。范律师计划周密，我自然也不能掉链子。你放心，毕竟我们的合作是要长长久久的。这可不一定，说不定我们下次就是敌人了。你那不对，你那应该用绯红色，不是朱红色。什么绯红不绯红的？我告诉你啊，
随便找个颜色代替，根本没人看得出来啊！这差别大了去了，你自己看，这整幅画的风格是轻快明亮，这突然出现一个不协调的颜色，把整幅画的重点都带跑了，太突兀了。行了行了，你还真以为在凡尔赛宫画壁画呢？差不多得了，我们也是专业的啊，就甭在这儿说那些专业名词了。兄弟，你这么懂，是名牌学校毕业的吧？名牌倒谈不上，就是我之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，在巴黎美院学习过几年。哟，这夸你一句还真上天了，美院的，巴黎回来的，就在这儿画抄袭壁画呢，你可真逗。他没撒谎，也犯不着忽悠你们，但他确实不应该在这儿。哎，干活干活。哎，方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说这个王总态度怎么突然180度大转弯？原来是有田螺姑娘在帮我。谁允许你自作主张插手我的事的？又是谁允许你用你的时间、你的尊严为代价来帮我求项目的？不是，方琪，我不是故意要插手你的事的，我就觉得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好方法，而且我一点都不委屈。正好找个时间练练手嘛，你千万别生气，也别不要这个项目。谁告诉你我需要这个项目的？我那天在公园听到的。跟我走。什么意思呀？不是说好免费的吗？现在是想要和我狮子大开口吗？狮子大开口的是你吧？咱们可是有约在先的呀。你们签合同了吗？没有。那就好办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找几个人过来，把那面墙给我拆了。你是来找茬的？放心，我只要墙上的画，那几块砖钱我一定赔给你。方琪，方琪，我知道这次是我做的不对，我没有想周全，让你生气了。你能不能别生气了？我下次不是，我绝对没有下次了。嗯，不是，你别生我气啊，你就原谅我好吗？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能够帮到你些什么。不是，你就原谅我这次。在你耳边说等待，在但是牵着你未来，在无边虚空和茫茫大海，每一个瞬间你都在。方琪，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，我真的很想一辈子守护你。看风拂过甘甜的脸，声音填满所有思念，悄然浪漫了。你以后要是有任何的事情，任何的困难，我永远都在。是成全，而不是占有，所以我愿意退一步。
汽车，你是傻子吗？放心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这么做是想能为你做些什么。我知道你很在意这个案子，可我偏偏惹恼了王总。我也知道你不喜欢我这个类型，既没有钱也不够成熟，但是我就是不想成为你的麻烦。我想尽我所能让你轻松一点。你的梦想不是去蓬皮杜办画展吗？以后别再干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了。我的梦想是在蓬皮杜办画展，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梦想，就是希望你能因为我过得更好。干嘛？不喜欢啊？不喜欢算了。王姐，郭总，干嘛呢？屋里有个女的说找你谈事儿，我没拦住。散了。我那个文件走吧，走吧。你一直不回我的信息，所以我只能自己来找你了。唐总不请自来，看来是想通了。我就不能自己来看看你吗？唐总，如果您是来谈正事的，我们还有得聊，如果不是，那请恕我不能奉陪。那莫总说的正事儿是这些吗？100多家门店呢，就算你不吃不喝不睡查上一个礼拜，也不会有想要的结果。唐总，您继续跟我这么纠缠下去，也一样得不到想要的结果，请回吧。那么久没见了，一定要着急赶我走吗？我此刻只关心现在和未来，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叙旧上。但是过去和现在有区别吗？就像你原来一直喜欢喝 Geisha 这款豆，现在也一样吧。这杯是蓝山咖啡。那酒呢？我记得你原来睡不着的时候总喜欢自己喝一口。不好意思，工作时间不喝酒。也对，毕竟喝了酒之后容易吐真言，暴露自己的软肋，就好像泰康生物的吴总一样。看什么呢？那里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的，说是找莫总谈事儿。哎，其实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。我觉得现在的莫总更加适合这款领带，我帮你试一下。什么事？上格资本不欢迎闲杂人等。莫总，我是闲杂人等吗？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管教一下自己的手下了。没听到他说的吗？请你离开。也行，反正我的礼物也送到了，不过莫总应该很快就会请我回来的吧。没事没事，
该换一个新的文件夹了吧？谢谢，不客气。莫总，现在不是工作时间，我想把我的身份切换成许清佑的闺蜜，跟你聊几句。不行，我忍不了了，我必须得说。我打听过了，这个唐熙手腕超群，年纪轻轻就搞定了金融大鳄风飞，恋爱几个月闪婚，事业更像是坐上了火箭，短短的时间名利双收，婚后风飞又为他创建了风唐资本，结果不到三年，他干脆利落的离婚，并且拿走了整个风唐。这些我都知道。我还知道他是你的前任。所以呢？许清幽简单直接，有时候嘴硬，但他心很软，他绝对不是你这个前任的对手。如果你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，让他感到伤心难过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，就算你是我的上司。放心，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那就好。下班了吗？还要加班，明晚补偿你，记得来酒吧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不是真的喜欢你啊，他只是在欺骗你的感情啊。他喜欢我？太虐了，我要给作者寄刀片。他昨天都亲我了。啊，方琪亲你了？所以我等一下去跟他约会了。我今天特别伤心，我追的漫画被作者悲剧结局了，你就不能留下来陪陪我吗？不行，我的时间是留给我女朋友的。一个吻也不见得就是女朋友了，怎么没见她给你发信息呢？谁说的？我们是今天约好的，今晚约会。她应该在梳妆打扮，想要正式一点。帮我收进屋啊，拜拜。你真不留下来陪我啊？你重色轻友！三姐，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林泽呢？他在后台呢。哦。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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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可是特意为你留的位置。给我的？这么奢侈啊？那小子啊，用十几场免费演出跟我换的。来，坐。帮你调杯好喝的。好。还原魔方是有技巧的。是你啊，你也来看演出？对啊，我来看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演出。我也是，不过我确实不太在行这个，它有什么诀窍吗？你看，我们要先还原这个底层的白色的十字。哎呀，不是嘛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就我也很忙的，就一点。哇，你看，太厉害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真的不行，就一点啊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不要这家了吗？不不，我回自己的大本营也要报告吗？哼，不欢迎你。等很久了？没有，我是刚来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以后就是我们乐队的家属，许清幽。嫂子好。家属。Hello，
星星紫星悠悠我心，名字很好听啊。介绍一下，我叫唐熙。哦，你好。其实林泽最早是我邀请他来乐队的，当时我们还特别年轻，对吧？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林泽还是把我们的乐队坚持到了现在，所以谢谢你，我不在的时候照顾他。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，在我出现之前，谢谢你把他保护得这么好，对吧？没事，等我一下，一会儿有个惊喜送给你。请坐。你给我发了15条信息，就让我过来陪你玩这个。琪琪，你愿意陪我出来约会，我就想送个礼物给你嘛。老板，再来10个。别套了，别玩了，行吗？不行，琪琪，我就是看那个金刚跟你长得有点像，想送你放床头。金刚跟你长得才像，给我。让我试试。要震慑自己啊！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，不要叫我琪琪，我过敏，知道了吗？今天第一首歌送给一位特别的观众，她是我的女朋友。她这个人很可爱，但是也很爱吃醋，所以第一首歌必须给她。谢谢。唐熙，你是唐熙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当年你们演唱会我经常来，我是那个小辫子。我记得你，你是不是总在第一排？哎，对，我天，我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再看到你们俩在一块儿。哎，今天默默都唱了，唐熙，你一会儿是不是也要唱啊？我们好多都是喜欢你好多年的歌迷了，当年你们一夜之间解散，我们好多人心里都特别难过。哎，你们就当圆我们一个遗憾好不好？哎，唱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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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知道这个乐队几年前欠了你们一场演出，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梦圆回来好不好？好。那今天就顺心难却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那些喜欢了我们乐队10年以上的朋友们。我今天想唱一首歌，这首歌是一个在我生命中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给我写的。这10年来我一直都不敢再唱这首歌，因为只要旋律一响起，就会有无数的回忆一下子就涌了出来。但今天我想把这首歌献给他。最早是我邀请他来乐队的，当时我们还特别年轻，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林泽还是把我们的乐队坚持到了现在。这首歌是一个在我生命中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给我写的。在水中游弋，掀起一片涟漪。